合资中型车里最运动的，大部分人啊马上联想到的就是阿特兹。不可否认，阿特兹在合资中型车里的操控的确是不错，但是新款上市之后，我觉得价格是有一点小傲娇的。但是啊，君威 GS 的操控也是可圈可点的。况且阿特兹 2.5 升自吸创驰蓝天的绝对动力储备是完全比不上 2.0T 的君威 GS 的。但是啊，君威 GS 的入门版精英型缺少的几项配置，比如说 Brembo 的刹车、 CDC 的自适应悬架、 Bose 的音箱，不如来看一下这台顶配的君威 GS 吧。而且啊，这台车你想要的配置它通通都有，据说啊，终端优惠是会在40000块钱。那对马自达没有坚定情怀的这些车友们，你们是要纠结了吗？感谢收看本期闲车，我是 Elba， 我们下期再见咯。封死。矩阵式 LED 大灯有8种照明模式，还有有远什么？不过君威GS。